今天呢，我们继续出发，预计是将到达塔庆或者是普兰。塔庆呢，就是这个阿里南线上非常著名的那个转山小镇。转的什么山呢？神山冈仁波齐。在塔庆普兰一带，我们还可以见到另外一个非常有名的圣湖马旁雍措，以及纳木纳尼峰和他脚下的号称鬼湖的拉昂措。我们现在呢，从萨嘎已经出来一段时间了，刚刚呢是经过了仲巴沙漠，非常奇特的一种地貌啊，在阿里这种无人区还有一片这种仲巴沙漠。所以说今天这个路线呢，其实是阿里南线当中非常精华的一段。还有一个我非常期待的219国道上非常著名的1314里程碑，不过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，因为219国道自从翻新延长了之后呢，它这个里程数字啊全部都改变了，所以说不知道当我们到达原来的那个1314路牌的时候，它还是不是219的1314里程，以及那块1314的路碑还在不在。